家好，我是范泰西，欢迎收看本期的西石聊电影。今天给你们介绍一部堪称印度版《战狼2》的军事动作大片《猛虎还活着》，由萨尔曼汗、卡特丽娜卡福领衔出演。影片根据真实事件改编，讲述印度、巴基斯坦两国特工冰释前嫌，联手打击恐怖分子，营救40名被困于伊拉克的医护人员。美国潜伏在伊拉克的特工身份暴露，一段邮件视频发往中情局，特工牺牲，恐怖组织头目遭遇伊拉克政府军的打击，途中劫持了一辆载有25名印度医疗人员和15名巴基斯坦护士的专用大巴。美方因特工被杀决定空袭打击，然而留给印方解救人质的时间只有7天，印方决定立即启用正在北欧休假的特工猛虎前往营救。该桥段明显借鉴极限特工，没事的时候尽情休假，有活的时候立即上岗，闲暇之余也不忘锻炼身体。父子战狼的场面可谓是斗智斗勇，有惊无险。虎父无犬子，孩子的淡定让两人合力化解了群狼的攻击。除此之外，孩子的母亲身手不凡，绝非等闲之辈，作为一名巴基斯坦特工，同时也受到了国家的召唤，肩负起解救人质的使命，和丈夫联手打击恐怖主义。2小时40分钟的超长剧情，将动作枪战、惊悚冒险、谍战爱情等一系列经典元素融合到无懈可击，令人心潮澎湃，热血沸腾。动作戏和枪战场面接踵而至，打斗场景酣畅淋漓，可圈可点，爆破场面震撼人心，石破天惊。借助影片画面的张力，强调印度在当前国力渐增的情况下，不惧任何强敌，完全有能力实施海外救援，保护公民安全的决心，激发印度人强烈的民族自豪感。片尾的一幕感人至深，解救人质的车辆上同时插上了两国的国旗，象征了人民渴望和平安宁的心愿。而这也凸显了该片和《战狼2》的共同主题，只是《战狼》和《猛虎》相比，一个强调的是真实英雄，而另一个则是极力塑造民族传奇。在《战狼》中，我们说的是“犯我中华者，虽远必诛”的霸气语句。而这部电影中出现的仅仅只是让他们知道我们是印度国民这样的偏软说辞，而这也从侧面体现了低调的心态。但我想说的是，一个国家只有自身的强大才能够强硬，才不会受到欺凌，才会说话更加有底气。此外，不得不说，在所有的印度电影中，歌舞是不可或缺，毕竟开挂和歌舞都是印度电影的传统，也是一大特色。结尾的歌舞曲风强劲，提神醒脑。而看过《战狼2》再看此片，你会更喜欢哪一个呢？